他不要，不识货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呢。你看一下这个后浆，有一点点单纯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后浆很少出那种水墨共生，整体还是会比较熟一点。鸭灯确实有一点点单纯，但是用白灯你是看不到的，只能看到有一点点发黄。这东西春就比较淡，但是呢，春淡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它种水好，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它本身就淡。这个种水本来就不错的。价格吗？价格给我5000块钱嘛，拿回去玩玩。你是不是很热呀？是啊，很热，要下大雨了。我拿这个给你换。什么意思？换这个石头换不换？轻点，轻点啊！你是让我有拿这个去要换的？那不是拿好一点吧？糟糕，记得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他不要，不识货，我还舍不得给你。多少钱来的？3000？5000？1500吗？那不行的。说实话，这个颜色还是淡了一点，浓一点的话，我能给你个3000-5000的。确实是淡了一点，这个价格你不要说1500嘛，这样嘛，2600嘛。1800你发我也发。一下嘛又四气发财，一下嘛又你发我发。中国人我们讲究图个吉利，讨个好彩头，1800你。发我也发，大家都发。发，那下次不要拿碗换啊！你亏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个碗是？那个碗是好久以前的了。你以为我去大菜街买回来的呀、啊？是吧，那个碗你给我3000我都不会卖。3块钱那、啊、你多的是。3块钱你给我买嘛，有多少我买多少。这是一条大裂，这边也是一条大裂，压得很明显的。后浆这个产口你说裂吧，它确实很多裂，但是你看那天切的那个后浆切出来春带彩，一点裂都没有，真正的有牌子。先把这条裂切掉吧，很明显的一条过来这一条。后面这种裂到时候再切吧，先切一刀看看。哦，淡淡的紫罗兰看到没有，打灯看不出来，自然光下面有一点点，反正我是能看出来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，没什么裂啊。以前我们切的那种一切开全是小碎裂，这几天切后浆倒是切得可以啊，挂金有了。1800块钱你值了。